OK， 这工具，如果它不会动，有可能是这个发感的问题。所以你在摇它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声音。好，然后这个发感就是这一个，你可以把它这两个拆开来。然后把这个推出来之后，好，再清一清。好，清一清。好，然后清一清，再上流。再把它锁回去。锁回去，这边这螺丝要上点胶，然后锁回去要听到这个声音。如果这个会动，工具就能动；这个不会动，工具就没办法动。好 ，OK。